somewhere. Long Island 谢谢的啊，Queens。
看他这个 schedule 哈 ，weekend schedule， 大概半个小时一趟，嗯，还是蛮快的，半个小时一趟。对面正对面正好是联合国，可以下去，啊，可以下去走，用那个小的那个，啊，湿地公园一样的啊。Thank you.
天庙的 Circle Line 游船，可以从那个游船在那个 East River 还有那个 Hudson River 上面走啊，蛮好的。对面是 Imperial Beauty 啊，曼哈顿的 Imperial Beauty。嗯，下面是那个湿地公园。哎，来，我们整个看一看哈。Long Island City 这都是新建的啊，真是不错。建了好多这个高楼啊，他们的 Beauty。建得不错，
这两边还在建，他建高楼的时候顺便就把这两边的这个就开发了啊，和就是 East River 这两边，嗯，所以这个因为这都是新建的嘛，新建的楼群，所以说这里都是全部新建的新开发的，嗯，真的是不错。还在建，还在开发啊！哇，我们顺着这走走。修的也，哦，看到这外面来了。